原标题：历史上国民党女兵真实老照片与电视剧国民党女兵的对比，电视剧中的国军女兵形象个个英姿飒爽，这与他们所穿制服有很大关系，但其实这种制服是当时美军女兵的服装。国民党当年虽然与美国合作，接受了大量美元，但军服却从未照搬借用，仍保持着自己的军服传统，与美式军服有着明显的差别。图为电视剧中的国军女军官，抗战时期的国军女兵。电视剧中的国军女兵形象，抗战时期的国军女兵。电视剧中的国军女兵形象，抗战时期的国军女兵。国军女兵真实照片，点击看大图。国军女兵真实照片，国军海军女兵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。责任编辑。